去年春天，我们到海外信惠侨胞台式歌仔戏团去的美国、洛杉矶、休斯顿、日本东京演出，还有参加许多的国民外交的活动，受了当地的华侨欢迎。我们去了前后一个多月，现在借用五分钟的时间，我把我们整个过程来介绍给大家。能够请到台湾特地赶来的杨丽花歌仔综艺访问团，今年全美台湾同乡会联谊会以海外同乡对台湾社会的回归为主要的题目而来举行今年的联会。在座的都是在美国社会很有影响力的我们国人。今天我要向大会做一个很简单的报告。整个的乡情座谈会呢是举行了历时一个小时半，在大家的一片掌声和笑声中间圆满的结束。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Convention。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第六届年会敬送中华民国杨丽花歌仔综艺访问团访美留念，泽会侨胞。我们也一块儿用热烈掌声欢迎杨丽花。Thank you.
从美国、日本回来之后，去年十月中，我们又去菲律宾马尼拉首都戏院演出十二天。刚才你看这出戏是孟丽君，我想大家平常看歌仔戏都是古装的打扮，我们在菲律宾也有演过那个时装戏的，叫做男子汉。现在我就来介绍男子汉的片段，请大家慢慢欣赏。说完了，你讲。到底你吃过了没了解过？我已经拼过了多，我看我也过了拼过，我看到什么罗马州了。对啦，拼过是无唔对啦，也不过你都要特别细腻哦。罗马州我给你卖你啊。甚至哦，连即摆乡村啦、警察啦，拢嘛咧找你。你若无较细腻的吼，你是会去予人甲你刷去剃光头，刷落去剃光头，搁再刷落去吼，就甲你掠去打石头。这是啥意思？对。
男子汉很特别吧？特别在后头。过去我在电视上都打扮小生，从来没有打扮小旦的扮相。但是我在菲律宾演过小旦，我打扮小旦呢是很漂亮，但是凶巴巴。颁布今天教学堂是你老师来坐坐等，看到我这边这里会惊讶，是不是我的家人已经让伊知影了？除以外，我们还有去过很多的明星地去观光。接下来我要用一首歌把菲律宾的美景介绍给大家看，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里头的镜头，有很多很多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希望你唔通袂。
我们的团员穿的泳装是不是你们第一次看的？还有小红仙啊，游泳那个姿态啊，是不是好看啦？朋友，你不要以为是我们演戏的斯斯文文的，其实啊，我们很活泼的哦。说起我们在国外，我们也有演出，也有游览，但是呢，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先为侨胞合作国民外交，所以一天到晚呢，要和当地的人士接触，不断的握手，不断接受的献花，也不断付出我们的关怀。侨胞是很热情，我每到一个地方，宴会就不停了。所以呢，吃了喝了，成我们工作一部分。现在就请你们看了。吃又喝，实在受不了。但是侨胞盛情难却，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菲律宾有两个地方名胜地，让我最深刻的地方了，是苏雾外海，就是刚才我唱那首歌《快乐人生》的地方，还有一个是百胜滩。百胜滩距离马尼拉大约有90公里，要坐独木舟去，一路是很危险的。
到大瀑布里面去。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们现在要开始唱啊 ，One Two Three， 美男美男我爱你，你像那兰花招人迷，你像那梅花的绵绵雨，看到了美男就想到你。管他那美男，管他那美男，管他。吉祥如意，大家发财。